哪尼？8点了，大家稍安勿躁，等我一下哦。我才刚刚吃饱饭，然后狂奔回家，现在有点全身热热的，来，大家一切稍安勿躁，让我喘口气，真的让我喘口气。都有点要打嗝了。稍安勿躁。今天我只能先说，今天狂到不行，所以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那个暴风雨前，这叫什么？叫什么？反正现在是宁静的，等一下暴风雨就要来了。我忘了那句话怎么说。我现在真的有点喘，让我喘口气，话都要说不清楚了。哎呀，喘口气。OK， 今天的来宾也要稍后，所以我们喘口气，对，都喘口气，好吧？来宾不用期待，这样好不好？超坏有没有？对，来宾不用期待，但是我们这个先冷静一下，暴风雨前的宁静，对，说得好，说得好，好，大家都比我会说，我整个手忙脚乱啊，对啊，这个没办法，大过年的，今天那个瑶瑶还有喵哈，对，过来我家这边玩，刚刚陪他们吃饭，到比较久，哎呦。没错，标题没有假的，大家敬请期待。这个 server 撑不撑得住，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乐趣，好不好？这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我先做的是在准备的阶段，我们先跑个地图，对，跑地图是很重要的。哦，还没开啦，你们画面都看得到啊，对啊，别骗我啊，你们都还可以回我暴风以前的宁静，对不对？对啊，等一下，我真的好热哦！大家的天气状况如何啊？台中真的是热到爆炸了，我现在穿着短袖，还要吹电风扇，那啊，好热好热！今天一切都不开玩笑啊，我只能说，这个等一下哦 ，RC 也准备一下，这个。观众，所有看台的观众，你们也要准备一下。If you want to play,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来，稍安勿躁，一切稍安勿躁，好不好？一切都稍安勿躁。我现在先要用 RC， 用我们的这个订阅小队长的部分。然后以及server 要先关掉所有新年到过往你曾经参加过这个叫什么歼灭战的朋友们，对，全部新年到我们通通都要解 ban 的时间了。我先来找一下资料夹好不好？解 ban 的资料夹，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 ban list 资料夹叫什么？我看一下哦。对，一切都解备。那当然有几个过往这个外挂之一的玩家，我们还是有做一些记录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对，但是正常的玩家，我们之前玩过歼灭战有 ban 掉的，都会来解除。我现在找一下那资料夹，我之前有找到过啊。今天整个兵荒马乱，对啊。有人问说可不可以玩？来，要玩的去 RC 好不好 ？RC， 对 ，RC 27476019，我都要背上这个数字了，感觉好像是那种叫披萨的，有没有？27476019，30分钟送到家，不是热的，免费。巧克力哈到家。等一下，我找不到那个 ban list 名单。有人说谁外挂，我也不太清楚就是以前玩歼灭战的时候还是有遇到啦奇奇怪怪的玩家 ，yep， 所以我们直接把那资料夹整个砍掉，应该就没事了吧？如果
我先复制好了，很怕把 server 给玩坏。我们今天是没关系啊，今天 server 爆炸，我们是有我的好伙伴来协助我们这个 server 的协助人裴军，他今天有在，可以任何问题他都可以来辅助一下。对，我们今天要挑战 server 的极限，我先把 ban list 可以弄掉，应该是解掉了。对，等下可以再试试看。我先重开 server。OK，地图跑完了。要重开 server。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咻，哎咻。今天重头戏就是这一场，对不对？暴风雨前的宁静啊，大家准备一下，几点开打？可能希望8点半以前可以开始，好不好？预计8点半以前。对，我先来看 ban list 有没有。总共0个被封锁的玩家，大家有没有想加入的都可以准备，但是有一半的人数，都是我们这个订阅小队长的，毕竟 UH 杯本来就是小队长杯，好不好？HN。来，先给他们 RC 防民。大家这个小队长们，去小队长吃区，准备就绪。去小队长吃区，准备就绪。哎咻，哎咻，有，好。今天的来宾也去吃饭，所以比较晚一点。有人一直问开打没？还没啊？因为在等你们呢、今天也有你们啊，对不对？想 player 的，准备一下 RC，这什么？二七，我现在没有在看 RC 哦。2747-6019，应该是这个吧？我确认一下。2747，哦，你看我都会背了。巧披萨哈到家。2747-6019，感谢七星订阅8个月，我先来通话我们今天的 player。没有正版账号就没办法哦，这是基本的正版验证。对啊，喂喂嘿，喂喂喂，喂，你没有声音了，喂喂喂，你没有声音吗？有，现在有了。你是谁？我是娇娇。牛仔，这叫。今天跟娇娇一同 player，娇娇是。麦块的小小菜皮吧，而且还不知道今天要玩什么。而且我还没办法登录啊！你先登这 IP，你为什么没办法登录啊？是哪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哎、你整我不知道个被盗。不会啦，麦块重开看看，不然你要实时借账号做自己。先登看看啊，先登重新登看看，1.11版哦。对，1.11，很新的版本。准备就绪一下，今天真的是说多狂有多狂的一天，你还不知道干嘛，对不对？而且我刚刚 嗯，好像把我的 skin 重置把你的什么了，把我的 skin 重置了。skin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我按错了，结果它就按重置了。错等下我就了，是 Steam，我等下就是 Steam。好，那个。各位观众，想玩的赶快去 RC 的房间，好不好？只要你是正版的，都有机会一同 play 了。对，啊，等他跑完你不用，啊，你不用，你不需要。等 You 他 and 跑完，me in here 是1.11版哦，1.11版，对。好，会有多少人？希望啊，我们的目标是百人战。我希望我的，
刚刚系统错误没有把我的 skin 重置，我不想进去的时候看到我是 Steve。你先准备，我也来调一下设定，因为糟糕，有点忘了，if，and，完了，English，I'm not sure，这些应该是调好了，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按嘛，cooking item，对不对？应该没有调错吧？观众也帮我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要的设定应该是这样，没错。这样就是物品免烧嘛。好，其他的就它不也用有卡圈在圈最了。后面。然后我们时间是要快一点的。发光一百，发光是多少？我想一下哦，40分钟开始压缩，压缩40分钟，所以60分钟消除怪物，然后80分钟大家闪亮亮，八十分到钟底闪在亮光亮，小，我怎么都不知道。八十分钟闪亮亮好像太晚了，对不对？我觉得要刺激一点，60分钟就闪亮亮，好，没错。有问说，嘿，可以吗？我好像看你的标题喽。我好像，对，今天呢是 UHC，而且是百人赞。然后我们使用的地图，就是第12届的 UHC 地图，但是所有的指令都不会用到，是最 for free 的，好不好？最 for free 的。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可能绩点呐，有一些很酷的点，没有关系。我们的时间是短的，好不好？这个多少？40？按错了，40分钟就会压缩了，80分钟就到底了。我不觉得这个时间你能做到什么事情。这个大家都可以尽量的 play。等下会出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把一些东西打掉。如果你们掉下来，好不好？都还可以逃出去的，都还是可以逃出去的。有一个孔可以逃出去。如果是直接摔落的话，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实验性的。娇娇来了，感谢文文订阅3个月。现在不是已经，现在已经到睡觉时间了，我觉得我应该睡了，不然。你的 skin 没有你要不要去放一下？什么 skin 没有？你没有 skin 呢、不就是我刚不小心重置啦、所以这真的没有了。我忘记之前的 skin 放到哪里去了。好，没关系。有人问说下面是林地府邸。对呀、还是有人可以现在瞬间帮我做一个？你可以去那个找有一些免费的 skin。我要去找朋友拿。对啊，好，我来先把我的要参加的小队长拉过来。哇，小队长比我想象中人还要少，46个小队长。来来来，通通来，通通来。没事，来给你们我没 IP。有存我的 skin。居然没有存咦？自己的 skin，咦？1.11版，然后 IP 是这个，我在跟我的小队长说，1.11版进来是这个，然后一手，不然你们做给我一个裸的好了，裸体的不好要了。洗东西，不要洗东西，这样让我的画可以在上面。来来来，1.1哦，不是1.1.2哦，一手。有问题在打字，有问题在打字，对，来来来，佳佳，你拿书，然后选择那个 Join Blue，有一个是 Blue 的颜色，有了吗？对，有，好，我要瞬间去做一个我的。来，我来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我们是红白大对抗，红蓝大战啊，红蓝大战，可，
那 you are red and we all are，哎，不对，you are blue and we all are red。你在不用担心，笑？不用担心，你跟我说，等一下你会有伙伴，对，等一下你会有伙伴，嗯。